等等，哎，看到，我直接对焦开气就好了，时间来。对，是，没有大机器好怪。那你有了要跟我讲哦，我的手机都好慢。你要照客厅那个。哎，帮我按分享一下。我知道，我先按。哎，有哎，哎，来了，线上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控制哥的直播，耶嘿。是的，现在控制哥呢，现在在台北的街头，我们在这个信义区这边哈、哦。然后呢，有没有看到我后面非常漂亮啊，非常浪漫的这个树海，点亮了这个树海，哎，点亮了整个这个夜灯啊、哦。因为呢，明天就是3月14号白色情人节，来，我来跟线上的朋友先打声招呼一下哦。啊，好多朋友都上线了耶，赶快帮我按赞加分享。谢谢大家，杨烟九，嗨，好，杨烟九，还有虫子也来了，潘永进，欢迎你们。白色情人节呢，当然就是希望可以跟另外一半的情人一起来度过。那今天呢，我的特别来宾大家也都知道，并不是我的老婆，这一位呢，可以说是所谓号称什么七世情人的这一位失控哥，让我们欢迎耗子回来啦！呜，耗子，哎，那狼哎。狼嘞，耗子，你看这一开场他就整个失控了。嗨，大哥，我是耗子，我回来了。我是 out of control 哥，失控哥 out。OK， out of control 哦。嗨，大哥，大哥，嗨，白色情人节快乐！明天3月14号是白色情人节哦，所以我今天呢，先在这边预祝大家哈。哎，祝你们情人节快乐！情人哈啊，怎么回事？因为没有情人的话，根本没有会去记得这样的日子。哎，我也好久没有过情人节，通常会过2月14情人节啦。好，哎，线上的朋友按赞加分享，同时呢，帮我按上你的右上角的开启直播通知。那么今天有收看呢？这是哪一道题啊？不然，迎接屏的右上角就有开启直播通知那个机会。哦，安尼这样讲，我无这我嘛袂晓。嘿，干那你袂晓尔啦？右上角这样。天哪、啊！哎、欸，真正有呢，阿姐哦。天哪、啊！阿、啊、过来，开启直播的通知啊！阿内阿哪？啊，以后只要有我们的直播，他的手机就啊，赶快啊，看直播，看直播，通知他。我这个又学到一样，不是什么现在这个永远没有在用这个手机的这个、啊、没有在用 FB 的，就是耗子哦。好，那今天是这样哦。我们会跟大家来聊聊天，那同时玩游戏要送礼物。我们今天呢会抽出一位，最后会抽出一个网友，要送大家这个，他帮我们拿一下。这是什么啊 ？BG Berlin 的一个袋子、哦，要来送给大家。只要有帮我们按分享的朋友，都有机会拿得到。那希望大家多多留言啊，多多来分享啊！我也要跟我彰化的好朋友说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骗你们我在彰化火车站直播，结果真的有人去站下发现，哎、啊，真的假的啦？不是在讲话会传的，好，尽力尽人尽。今天在新义区啊，新义区啊。那除了刚刚我说的那个手提袋之外，阿翔今天也带来了那个从曼谷泰国曼谷买回来的护手霜，要送给大家。一转过来后面很多人呢、欸。对啊，好，要送给大家哈。对。今天呢，不是说要玩游戏吗？嗯。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之前也有预告了，要来帮小编啊、小那个投稿给小编。嗯。有没有什么要留言的、要告白的？直播的最后，我们还会打电话帮你告白。好，我们中间呢会把那些告白的呢，哈，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讲出来。好、欸，我觉得很浪漫，有些人是好用心写，真的。哎、欸，我们找个这边坐一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线上的朋友要跟你说什么。好、哦，我来看一下好了，这边。哎、欸，你们多上去留言啊！大家好久不见了，我们先坐一下。我现在不是在彰化，现在是在台北新义。印加瓦拉留言了。哎，玉总，嗨，玉总，你们昨天去看，你们昨天去看电影，好幸福。哎，罗姐，恭喜啊！啊，这个。有人说终于看到我们合体了哈！哎，黄玉华，好久不见呐！上有秦亚说他在上班呐、啊，偷偷上网、哎，上网，偷偷上网。对，刚刚我同学说丫丫也有上来的，真的吗？有没有看到丫丫？还有 Cindy 说希望我们永远不会分开哦。哎，谢谢你 Cindy， 谢谢你的支持啊、哦！吕阿比也上来了，阿比加固波块，他应该要生第四个了吧？要、哦、快生了，快生了啊！其实上周日在台中路，你跟他我阿翔、啊、上周日就是昨天的意思嘛。对，前天的啊。是啊 ，Daisy， 谢谢啊 ，Daisy 谢谢你、啊。You eat cat， 欢迎你的收看，麻烦帮我分享一下，分享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最后的手提包哦。很多人打字呢，很多人打字啊，看不完呢。
啊，养羊啊，这个就是养羊啊，养羊。那个虫子说千代姐要请你吃饭。好好，我们已经约好时间了。哎，伟伟，好久不见了。有了，虫子我看到了哈。蔡小羊说好久没看到你了。哎，小羊你好，李真，嘿嘿，李真是小病吗？哪里？李真啊，你不是不是林一真，他是一个忠实粉丝。啊、哦，嗨，一真你好。啊，苏彩萍还有纪伟谦那个不笑的那个、啊、还记得吗？后来他就笑了。后来就笑笑笑。现在想起好久以后就笑了。不笑了，现在 K 笑了，现在你 K 笑了。看到我们啊，笑了，笑了 K 笑。哎，我们那个留言很多，我们要不要念一下？来，那个我们也很用心的制作了这个看板。这个是徐米奇呢，他要跟陆克大讲说，婚前我们有性行为。哪里啊？欧美的。卖欧美控。还没啦，好了，我们现在在彰化火车站为大家念一下你的。现在台北信义区，婚前呢，我们跟着时尚玩家介绍去吃吃喝喝，婚后换我煮给你吃。哇，好幸福！我也用心的准备，看着你躲鱼的表情，我想跟你说，吃完饭该洗个碗啦、啊欸。平凡就是最大的幸福，对啦，真的就是这样。而且你吃完饭洗个碗之后呢，就可以去洗个澡了，好不好？很幸福的。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啊 ，Chris 要跟 Winnie 讲的。白色情人节前夕呢，祝你情人节快乐，我们会一直幸福快乐哦，祝福你们哦，有冒泡泡哦，我为你有冒泡泡。Gina 跟 Richard 讲，谢谢你，谢谢你在我身边、啊，太低了，谢谢你在我，胸太久没唱，你顾过去了，谢谢你在我身边。谢谢你愿意，谢谢你愿意吃我做的面包当白老鼠，唱什么？这是我家的，哎，我在讲话，这是假麦，啊，这假麦，你们直播都做假的，不是？欢迎冠名赞助，这一支麦很重要啊，这一支麦要告诉全台湾中小企业，欢迎冠名赞助，这样的，就是拿假的，啊，有人冠名就可以赚钱，当然。真假的，你有逛过吗？有逛过，逛到多多少少啊。这个表情，难怪你去看一多的房子，不要乱讲啊！乱讲。念到哪里了？谢谢你 ，Richard， 谢谢你，愿意吃我做的面包当白老鼠，对我家人一样都很好，支持我离婚，准备好考试。支持我离职，离职怎么离婚？支持我离职准备考试，让我顺利考上，跟我一起支持我的偶像。谢谢 Gina 跟 Richard， 谢谢你啊，谢谢。好，哇，很多朋友呢都一直上来聊天哦，甚至有人问我们约旦跟阿布达比好玩吗？哎、欸，超赞的，真的，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世界，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还去知名的景点死海，做了一个非常惊人之举。我们大概在三月底就会播出我们终于合体的在时尚玩家的节目，对，在这三月底要播出了，棒棒哦！线上的朋友10000多人帮我按赞加分享哈，好，哎，接下来哈，我跟你讲，我来处理一下，哦，处理哥要处理那个，我刚有说要送东西给大家嘛，这个是我在泰国录影的时候呢。买回来的护手霜，这应该是你的同乡的寄给你的吧？同乡，不是，我就去年真的有去曼谷一趟嘛，啊，空中卡，那这个护手霜一组就有4条，颜色很漂亮，你怎么舍得送人家？不是，因为没人要嘛，真的没有，没有啦。这本来我就是我多买的，希望我直播用得到。啊，之前每个特别来宾啊，有来的都有自带，真的假的？对呀，啊，你要跟我讲啊，那我就要带啦。没关系啦，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可以凹凹帽子啦，凹衣服、啊。没问题，看一下我身上的什么。送大家都这样哎、欸，我先送大家这个护手霜。现在朋友怎么送？现在我来问号子，你们仔细听，只要等一下回答问题最快那一个，我就把这送给你啊。那个你跟老婆、交往了这么久，同时也结婚这么久，你认为做过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最近有，因为3月12日是宝贝宇的生日嘛，啊，那天我们去唱歌，然后呢，唱一唱之后呢，就在、那個、就衣服就啊，就很热，就很热，很热，就感觉来了这样，然后呢，我就放他在我前面这样，女儿也在这里哦，然后我就唱了一首歌给他听，哪一首？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擦干你伤心的眼泪，就是这一首歌，好听，对不对？好，考大家了。刚刚浩子讲完了这个跟老婆，其实呢，过节哦，过年过节不见得一定要去哪里，只要是一家人搭在一起的，就是幸福的啊、哦！一起唱一首歌，对不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刚刚浩子唱的那一首歌，歌名叫做是什么？嗯，答对最快的，我就把这个送给你。你呢？哎，还没有。没那么快，没那么快，你再唱一次，你再唱一次。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现场刚好有一个可以让我对他唱的。谁？哎，阿姨啊。哎，那躲猫猫喂，这是什么画面？哎，你刚那一幕让我看到好像侏罗纪公园，这个恐龙在追人类。我看一下，啊，出来了，有吗？谁？阿曼达只讲陈升，林大头讲伤心的眼泪。你是我的宝贝，不再孤单。丫丫说不再孤单。阿曼达说。不再让你孤单，阿曼达，哎，阿曼达，恭喜你答对了，两个赞，阿曼达 win， 耶，阿曼达 win， 恭喜你，哎，获得了这一组，麻烦阿曼达 win 哦，阿曼达这个哈，阿曼达 win 啊，这个哈，我帮你按个赞了啊，麻烦呢，你私讯小编你的联络方式，你的这个地址、姓名、电话，我就把这个泰国来的护手霜来送给你，好不好？恭喜，太好了。那么接下来的现场朋友很多啊，明天白色情人节，我们来玩一个情人节的一些默契大考验的游戏。哎，要找情侣是？情侣，哎，不要走啦！你好，恐龙又来了，抓到！你们好，马上抓到！你们好，你们是情侣吗？是啊，在一起多久啦？不要一直后退，很失控哎，半年多，那热恋还是学生吗？是，哦，读哪里？中。大学，你也是吗？对，同班，不同班，哦，不同班。OK， 那你怎么称呼？蒋新沙，哇，好见外，见外，没有英文名字啊，什么，你都错叫什么？你都叫什么？你叫博友，博友就博友嘛，博友，因为我名字博友。OK， 博友路的博友，我还以为他很黏的，叫博友。那你怎么称呼？沥青，哎，博友遇上沥青哦，不错，这样很搭嘞。硬心呐，硬心，硬心，哎，硬心呐，对，就硬心。好，博友跟硬心。现在我们来玩一个这个情侣的一个默契大考验。我们只要很简单玩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只要你们出一样的东西，我们不是要你胜负嘛，不是说我剪刀赢你布哦，只要你们是出一样的，五次里面越多次一样的就越获胜。好不好？哎，我们可以往那边一点玩吗？为什么？这边发电机轰轰轰！哎，我们用跑步的，因为我们直播一下子就。好，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如果你想要出剪刀，就是吐舌头。如果你要出石头，你就是嘟着嘴。如果你要出布，你就张嘴。所以是，你喊剪刀，剪刀石头布，就这样布。剪刀是什么？剪刀，石头，舌头，舌头什么？舌头，这样知道吗？剪刀，布，好吧，五次，看两个中最多次。来，我们站一左一右，按左一左一右，好不好？好。那我们喊我来 Q， 剪刀石头布的时候就出，要一样的哦，好不好？要一样的哦，现在都没有对好。他每次都不能出一样的哦，不能出，你不能从头到尾都一直剪刀啊，没意思嘛。好了。在比赛之前，来，浩翔待会会一组，这一对情侣博友啊，还有硬心的一组，现在来打，浩翔会赢还是博友会赢？浩翔会赢，写浩翔；博友会赢，写博友。猜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啊，我们的拍立得签名拍立得，对，以及这个小礼物，好不好？现在看看留言，我来看一下，开始了。浩翔会赢的啊，大家在开始写了，浩翔会赢。哎，要赢我们很难哦。待会会用抽签的方式啊，抽签的方式哦，写越多越有机会哦，大家赶快留言哦，来咯，好，两位准备了，博友赢还是浩翔赢哦？第一把，剪刀石头布。哎，没有，剪刀石头，一把没有，哎，剪刀石头布。有哦，都是石头。有哦，二一，你连出两次哦，注意哦。啊，不能同。哎，不要一直出哦，二一哦。剪刀石头布。有哎，哇塞，有哎，越来越有气哦。有，倒置甘蔗。第四把，第三了。剪刀石头布。有哎，
好有默契、欸、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哦、怎么回事、哎、欢迎欢迎哎呦哎开始有人开始写博友了呢谁李亚比李亚比为了礼物开始写博友还有进还有进四三我们几乎很难赢很难最后一把、哦、来靠近一点来剪刀石头布有哎哇到对手，遇到对手，真的是情侣。有有有有，来来来来来，中间好，可中间的，哇哇哇，还没啦。现在开始，林怡真也开始改博友了，这个会了，这个会。哎、欸，这风转做，这一组厉害，厉害厉害。第一次遇到那个玩游戏会怕的，好，好来啊，不用怕，不用武士嘛，我们全中，第一把就中给他看了，来，来剪，剪刀石头布。没有，再一次就没了，有就可以拿礼物了。再错，早点收。那么默契啊！直播时间不能长，他说早一点收、欸，哎，我们再错一次就输了。不能长是不是？好，不能长，不能长，不能长，起码会 PK 的。哎呦，来来来来，我串通一下。没有，我们没有串通的。剪刀石头布，有。水哦，怎么样？人呢？人呢？怎么样？我们没有连出啊！二一了，二一了，来，剪刀石头布。没，好了，收工，收工，谢谢，收工。怎么可能？对吧？各位、欸、是真的，一年没有练有差的、哦，一年没有练，对啊。对对，我们再一次应该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剪刀石头，哎、欸，哎、欸，剪刀石头，哎、欸，剪刀石头啊，哎、欸，让他的，让你的，让搞清楚，搞不清楚，搞不清楚状况，来，我们送你小礼物来。爱的小熊熊哎、欸，两位，谢谢博友，谢谢，还有谢谢我们硬心哦、喔，我现在来，你们真的是情侣吗？是是，可以亲亲证明一下，我以为你们是来赚礼物的，好，亲的，真的啊，祝福你幸福啊，好不好？谢谢。哎、欸，等一下，等一下，博友，现在我要抽奖送给线上的朋友，只要答博友都有机会中。那我现在不看，那、你现在只要喊停，我就停了。停，第几个？你没有什么，你就产第几个就好了，第六个。好来，博友一二三四五六，这个第六个，对不对？我这个算下来嘛。KT Lin 这个 KT Lin 我帮你按一个赞啊 ，KT Lin 恭喜你答博友获胜，好不好？好，之后我们谢谢你哦，都答跟我们的那个参赛者邱慧颖。我跟你讲哦，我这一年下来，我跟来宾玩游戏哦。胜少输多，我就是被你带赛的，玩游戏没有再输的嘛。好，那没关系，我们再玩一组，哦，要玩一个不一样的，好不好？一样情侣组吗？情侣组，我们来看谁有没有情侣？这两个感觉很相爱，这就是情侣啊、他一直在那边等我们 Q， 他等我们 Q， 又跑掉了。来了，没关系，我们不勉强。不是，我们真的想来的，我们才找他。我们是找情侣、啊，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来的，情侣嘛。情侣嘛啊！你就乱你乱我跟他假装不是的，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嘛！你们交往多久了？不是啊，不是啊，有不承认，不承认对不对？拜托，一定是不敢跟爸妈讲，对不对？没，林牧一长，直接踢下，男朋友在那边呢、啊，找错了，找错了，不好意思啊，林牧一长，来。知道明天是白色情人节吗？明天三月十四号，白色情人节，很难照哎。不要动来动去 啊！我们在上班还要被控制啊！不要控啊！人家很久没有看我们合体了。哦，这样，我就现在站好，我们要再近一点吗？这样哎，挡到，挡到他。哦，照他妈妈要拍照，不是你妈妈。哦，不是，不要挡到他们。各位，这是控制哥的直播，你们不要再控制我了，很好吧？你们可以受控一下吗？我们现在来玩另外一个新的游戏哦。哎，先问一下他们来自哪里？你们来自哪里？台北。啊，你怎么称呼？小易。小易，甲子易啊。小易啊。那你呢？梅子也住台北。我现在住台北。现在住台北。哦，那个两位交往多久了？刚刚认识的，多久？半年多。啊，答不出来哦，还有是热恋期呢。你这你答不出来，你这下麻烦哦。是他追你还是你追他？对他，你喜欢他什么？我吗？不然，我喜欢他。你喜欢他什么？笑起来样子。哦，甜美，对不对？谢谢。那你为什么会接受他的追求？他一定有吸引你的地方。就很可爱啊。很
可爱。哦、OK， 忠厚老实，可爱型，看起来很老实。哦，但婚后不一定。喂，还没啦，小易还有这个梅子，对不对？两位呢要来参与这个默契大考验。刚刚第一题问说这样多久，想了老半天，我你们这一题难过关了。我们这一题呢，要两个人手掌贴手掌，然后呢要考题目，同时回答。比如说，请问你们交往多久了？一二三，半年哦，一起讲出来，那就搞定了，可以吗？一题哦，五题，五题嘛，五题嘛，好不好？大家来猜猜看，我跟你讲，考题目问号想，我是没有题目，因为题目在他身上，我也不晓得我会被考什么，我们不知道。那现在一样哦，答对的朋友呢就有机会获得浩翔的签名照以及小礼物。觉得小易会赢的就写小易，觉得浩翔会赢的就写浩翔。这一题应该很有自信心。其实呢，我们这个游戏玩过很多次了，但是真的没有输过。在场如果有人想跳出来跟我们 PK 的话，今天没有很多次，下次下次。然后先来开放一下啊、哦，到底是小易会赢还是浩翔赢？来，两位麻烦面对面手贴着手掌贴着，手这样。好，我问你，问好，他一起问。好，我等一下数到三的时候再一起回答。我说，请问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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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这样再回答。OK 吗？好了，题目来了，题目在这里，大家来答答看，答对的人有机会获得这个小礼物以及签名照。哇！第一题，请问两个人交往的那一天是星期几？还没有。想好了没有？星期几哦？想好了没有？星期几哦？这个单位是台湾的，我直接来台湾的。你这个单位哪一点？或者可能本门跳出来？这未使安尼，这先难了吧？一、二、三、六。他说礼拜一，礼拜一。他说礼拜一啊。他说六，到底是礼拜几啊？不知道哎、欸。你们这个考这个太難、这个太难了。这一题有跳过这一题啊？我补一题，请问。两人初吻的地点是在哪里？哪里有了？想好了没有？你讲大声一点，刚刚讲话太小声。男生讲话大声一点喽、哦。对着这边讲，对，哎，对着这边讲。初吻哦。对这边讲，对这边讲，对这边讲，来，一二三。他家。他家。哦，你家开饭店。饭店还是饭店？他家。老婆啊，这是老婆啊。初吻都答错。我现在问的是这一个哦，不是上一个，不是上一个，不是前任。你是在他家亲他吗？对啊。他是在饭店亲你吗？啊，你是在明吗？到底是在哪里亲你？太多次忘记了。太多次，怎么会忘记了？那第一题错了哦。哎，现在问第二题哦。不要太难，不要太难。这一题很简单呐、啊，我们这一题就二选一，答男方或女方就好了，男生还是女生就好了，好不好？两位交往的时候是谁跟谁先告白？一、二、三，男生。哎，男生对了，男生先告白。哎，我刚刚问过了嘛，没有办法。哦，这一台老花老花嘞，就紧张诶。我带你切外套，你慢点。我带你切外套，慢点紧张。我要烫衫就敢烫。我叫你，这个老花，你慢点，你慢点。他要帮他擦了，擦一下，擦一下。好贴心啊，好紧张啊，紧张。来哦。浩翔会赢还是小易会赢啊、哦？我们还没有了哈、哦，现在两题中一题嘛哈、哦。对对，两题中。好，手贴着看这边回答，看后面简单的啦，都二选一而已了。两个人比较喜欢拥抱还是接吻？一、二、三，接吻。有，你比较慢。你有顿呆，你有先看他的嘴型、啊。没有，你又比较慢啊。没有没有。好好，三题中两题。Okay. 那你接吻给我们看一下，我猜。对呀、啊。情人节，情人节，你不要在那边做效果了，定了啦。好啦，好啦，哎呦，啊，不好意思哦。嗯。好好好，不好意思，不要勉强人家了。不要勉强。那你们吃饭。我们吃饭了。打你有事吗？来，这一题很简单，男生他喜欢穿三角内裤还是四角内裤？一、二、三。四角。哎呦，没有四角。你喜欢穿四角，冷冷的那个舒服，比较通风啊，通风。哎、欸，那我可以问你，最后一题给你问，给你问，给你问。我先考虑看看适不适合啦，好，那打，你就打。好来，那女生比较喜欢穿？哎、欸，注意一下，处理一下，处理一下。他不让你问这一题啊，不能问这个，不能啊，不行啊，好奇怪啊，处理一下。好了好了，最后一题，他进阶了啊。请问男生的尺寸啊，不不。
看错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我看错这个字看错了？最后一题哦，女生鞋子的尺寸是几公分？几公分？公分？一、二、三。三九。你根本不知道，哈哈哈哈对三，真的太难。对三级了，对三级，好不好？你们两个稍微旁边插个汗，等我一下，让我来示范一次给你们看。我跟你讲，给我试题题目就好了，让他们。哦，太远了啦！来来，后面后面。去哪里啊？要去逛百货公司吗？等一下啦，你们两个站中间，面对这一台啊。好，我们两个这样。给我四个题目就好。四个就好。因为他们只答对三题。来，要手贴手啊。不用吧。要啦，要手贴手。我们不是情侣。游戏要手贴手。啊，可以看镜头，不用看对方，没关系，手贴手，手贴手。哎呦，什么、啊？请问两人第一次一起表演的地方是？等一下，等一下哦。第一次一起表演的地方是？想一下哦，来哦。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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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哦。第一次一起表演的地方要来哦。好，三、二、一，淡水码头。对，淡水渔人码头中了吧？算重吧，重重重，算水鱼的嘛，重重，好不好？好不好？好，来，一题啊，哎，他如果不信，我们把那家餐厅的名字讲出来，好不好？一、二、三，德丰会馆，哇，这样还要比吗？比吗？还要比吗？给大家看一下，一题而已，还要比吗？要吗？还需要比吗？来，回来，回来，回来，第一题他算送分呐，来第二题来，来哦，请问两人第一次。一起出国是去哪里？等一下，等一下，第一次一起出国，来喽！三、二、一，北京。哦、这还用考吗？需要再下一题吗？两题了，快解决了，快解决了，快解决了。四题让你们考，第二题二二了，二二了。刚刚是送分题，这题比较难一点。难一点，来来来，再考难一点。来来，这很难哦。请问阿翔觉得自己最帅的部位是哪里？等一下，等一下，是不是难？请问你来乱的、哦。阿翔觉得自己最帅的部位是哪里？等一下，等一下，来手牵着手牵着。等一下，哦，来，我想，不是，哎、欸，等一下，这一题是我自己认为，不是你认为，我连打都不想打。你认为你自己认为哦？对啊，他就这样讲。阿翔认为自己最帅的部位是哪里吗？我没有在跟他对眼的哦。来哦，来，三、二、一，点，说。不是，你这么不要脸怎么会是脸？就是不要脸才讲脸呢、啊。真的，傻傻的你，让你一题，让你一题啊，招待啦。出这什么题、啊？快点，快点，没时间了。这题很难哦。最后一题哦。对，最后一题。哎、欸，如果平手算我们赢啊。好，平手再说啦。来哦，请问耗子洗澡会最先洗哪里？你这一问他们都不见得答出来，你还叫我答出来？有耗子有在想啊。默契。默契大考验。来哦。来，可以。耗子洗澡会最先洗哪里？来哦，三、二、一，头。洗澡还不是洗头？先洗澡，进去就先洗澡。进去就是你嘛，你来，你们来，你们来，你们洗澡先洗澡，来，男生洗澡先洗哪里？女生，我要听女生。好，女生洗澡先洗哪里？来，如果你们来，先接着，来一。女生洗澡先洗哪里？一、二、三，脸。哎呦！哇！他呛虾还要吗？有一起洗的，有一起洗的，没有一起洗，有一起洗才会知道。对呀，不然怎么又不会知道？哎，真的是情侣。来了，谢谢两位了，你们永远幸福啦，好不好？谢谢，长长久久，这个留作纪念，好不好？表示了你有见证过，好不好？最后帮我们甜蜜的亲亲一下啦。等一下，我跟你讲，最后还要帮我抽奖一下，又算小易赢了，对不对？我玩游戏不能赢啊，好奇怪。你现在我在抽奖，你只要喊停就可以了。来，好，我好吧。哎，第几个？第3个。哦，第三个好。哎，这里怎么没有人写小易赢啊？小易一个，没有人会写啊。两个。二一二，这个。好不好？
第三个嘛。好少人写小意淫哈。哎呦，大家都看。因为前面刚好都写浩翔嘛。来，恭喜纪伟谦，我们的忠实粉丝啊！我先恭喜你啊！恭喜你获得了这个我们的小礼物，准备的小礼物，谢谢你啊！谢谢你们，我们爱的亲亲一下啊！哎呀、啊，好啦，留个好的、美好的回忆来。这边快点，白色情人节，白色情人节，亲亲呐，今年 OK 啦！啊，祝你们幸福，谢谢。好，一样呢。我们这一次的直播呢，大家预告了很多朋友啊，我们来继续的帮他们留言呢，告白一下。那个琪琪跟健健说，我喜欢号角响起的年份长达十年，但你还是有一块很深很深的位置。希望有一天呢，我们可以一起看号角响起演唱会。哦，刚刚听我们唱，谢谢你，还要来看演唱会。忠实的，忠实的，忠实，谢谢你，谢谢你。好，下一位，哇，永富要跟花比老婆，花比老婆，亲爱的老婆，生日快乐，也祝我们结婚五周年快乐，谢谢你平日的辛苦，老公最爱你啦，哦，两个儿子也很爱你哦，我们要永远幸福下去哦，来，祝福你们。蔡明峰说，可以去火车站的月台重现无敌风火轮吗？老了，真的老啊，可以把锅顶回来。阿里静怡要跟基里边两瑞。瑞吗？瑞啊，瑞瑞啊，董瑞，董邓瑞的瑞啊。啊，这个嘞，瑞，学大，瑞，哎，这个怎么念的？瑞啊，瑞啊，瑞，瑞，瑞，哎，绝大部分的人都念瑞啊。如果是这个的，瑞，都是念瑞。是哦，我查一下，玉不才是玄，玄哦，我看一下，玄没有这个字啊，你看，你看玄没有，还是对啊，是。对玉字编的才是玄哦，玉字编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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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一课。你给阿瑞说，亲爱的老公，感谢你为这个家的付出。我知道换工作跑道呢，需要很多大的勇气。我相信努力坚持呢，就一定会有甜美的果实。我和宝贝们都爱你，哇，老婆爱你哦。谢谢，谢谢彭家东，他说从小就是号角响起的偶像，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志翰要跟猫猫说。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还不够久，但你就是我想照顾的女生。如果你愿意， wow. 我会是你所期望的 lover。哇，好棒！ Wow. 那个志豪，麻烦分享一下，按赞加分享，谢谢志豪。请鱼吧， oh. 赶快分享鱼吧。正要跟冰冰讲，正决定封你为嫔妃， oh. 并且永不纳妾。哇、wow. wow. ，这个好。棒啊、好了，谢谢这些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哈、哦。嗯，来啊、哦，我们现在呢，再来，因为现场朋友太多了，我们就去跟大家玩个游戏。刚刚都找情侣，对，我们现在来找单身的，单身的，好不好？哎、欸，不是啊，单身啊，而且他今天没有带伴，不是的，今天没有带伴，单身，而且我们要先找单身男生，单身男生啊，女生也啊、哦，女生也要找，男生也要找，哦、对不对、哦？那我们先找女生嘛。这个应该是单身吧，他旁边是女生，是不是？你有男朋友？你有男朋友吗？他怎样？他没有男朋友。那你刚刚为什么他是怎样？刚分手。哎，我刚分手啊！刚分手，这样好吗？这样没关系，没关系。现在有准备想交新的男朋友吗？没关系，不急哦。现在单身自由自在的，对不对？好不好？先空窗一阵，先空窗一阵，不急。怎么样？大我一转过来人就跑掉了，大家都跑掉了。哎，不然你们两个来好了啦，来了来了。就遇到有缘分嘛，对啊，今应该说这么说啦，可能不是单身，可能是单身，现在落单嘛，没有男伴，现在身边没有，那我们就来玩一个 PK 的游戏好了。怎么 PK 啊？好不好？他们如果赢了，我们就送他一个小礼物，这样好不好？好不好？补完一下，那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让大家来猜测一下。请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庄家化。家化，家化，那你呢？云涵。好不好？现在我们来玩一个叠金币的游戏。好不好？那就两两一对啊，你们就两个一对，我们两个一对，是这样子吗？这样就好了啦。这样子，哎、欸、哎、欸，哦，这样很好的，时间太好了，时间贵重，那个还要干嘛看电话嘞？哦，对，要干嘛看电话？你 round down 又伤多了，所以我今麦咧三 round down 啊，哎，我咧三 round down 我咧控制啊，没？一开始开会你都要控制啊，都叫我来这里，起码你们小妹比较小妹。现在就把两位玩个游戏，这样你们两个一对，我们一对，我们来叠金币。比如说一只
手哈，像下面哦，下面有个这个金币嘛，对，然后一只手呢这样叠起来，这样叠起来，这样，这样，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它、啊、开始往上叠，对不对？对，是这样对不对？啊，半十字十字这样子比较难嘛，这样这样，它叠在中间，叠在中间，它、啊、看谁叠得高，它不要倒下来，这样子。啊，一次可以拿一把没问题。好，大概做三十秒的时间，好，好不好？谁比较高，谁就胜出，谁胜，谁就拿小礼物。那网友也可以猜吗？直接猜了，直接猜。来，我的那个是这个小礼物，我就继续把我曼谷带回来的护手霜再送给大家。算是耗子队赢，还是阿翔队赢？好不好？看是单身的厉害，还是有男朋友的厉害？哦，这是单身的。对对，这是有男朋友的，有男朋友的，好不好？可以吗？来，那我们谁先来？你先。好，我先来。我先来，你会很吃亏哦。好，那你先。好，那你拿着来，来，可以吗？没问题吧？嗯。看一下他怎么，看一下。哇哇哇！在那边吗？你喜欢阿翔这样子的男生吗？你喜欢这样吗？因为他很喜欢这样，不是因为他现在算是刚分开嘛。那让大家了解一下，你叫云华嘛？云海，云海喜欢哪一类型的男生？看这里，看这里。阳光的阳光呀，啊还有呢，个性要紧好，对呀，不能常生气，脾气不好那谁喜欢嘛，对不对？啊，很爱赚钱可以吗？哦，可以啊，而且讲话讲一半，很爱赚钱都是给你花的，可以吗？哦，很好，哦，这样没错嘛，好，那可以带回去，什么带回去？对不对？而且你要注意了，现在天气多变化，这个春夏已经快来了，你知道春夏的时候要喝什么比较好？喝什么？春天夏天要喝什么比较好？呵护你。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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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好，比赛我要给你拿一点，三十秒快到的时候要倒数嘛，好，小心不要让它倒了，好不好？预备，夹你先，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要这样，你这个，我们不要一开始都放在这里，哦，公平一点啊，夹你千条条 ，Go， 来，地基要打稳，我打稳给你，放中间，不要急不要急，哇，求胜心很强哎，哎呦，哎这个哦。这个巧克力其实它在布局的一开始它是一堆，然后接下来是一颗哦。哎，这个巧克力是蛮不稳的，聚精会神。十，真的，哎，好了，不要回了，好不好？八，七，六，五，四，快，三，换快的路，二，一，你走，算，好，可以，就是这样。好，来算颗，最后有顶住，就这些。我刚刚就说，我们不要再摆了，我感觉有点快，撑不住了。好，来算一下，二、四、六，这游戏蛮难的，这巧克力不平哎。十、十二、十四，十四个，好。留言写阿翔赢的有机会了，好不好？有机会了，有机会。阿翔赢的比较多，还是耗子赢的？来看一下。一哥控制哥阿翔，阿翔，耗子，耗子一哥，阿翔，耗子一哥，郭靖云，郭靖云，赶快帮我按赞加分享啊！郭靖云啊，西武王牌投手啊，真的假的？王西武，哇塞！来，帮你们了啊！来，帮忙拿一下哈！来，你们先，牵起手来。夹住！你们会啊？你在发抖。他真的有男朋友。你跟你男朋友讲一下，我们只是在玩游戏啊。那只是玩游戏。啊，我们只是在玩游戏。真的是啊，我也是在玩游戏。这是直播控制过的节目。不用这个样子，没有找到来宾叫我来讲吧。我也很无奈。阿松吗？麻烦帮我分享一下，阿松猜大哥会赢哦。好来，阿松你是对的，阿松来。夹你懒条条，夹你千条条，夹你千条条，夹你千条条，计时开始。好，加油加油。对了，一开始先把地基给打稳了。前面十个都算很稳，不急，后面就开始晃。慢点，停止呼吸，你真的停止呼吸了。十五秒。好，不要再叠了，不要再叠，稳住。就这样。九，他不想八，七，六，五，
四、三、二、一，五。哇！哇！哥，不用算了，不用看了，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哇！恭喜耗子队获胜！当当。在哎，我在玩游戏真的没有赢过呢哈，从来没有赢过。来。这个小熊熊要送啊，浩子，麻烦你来送给他哈。恭喜你，好、啊。那你帮我一个忙，因为我们要抽奖，要送那个护手霜给大家。我现在要抽签，你帮我喊个停这样，然后喊第几个来？好，停。第几个？三个。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哈。阿松说第一个，黄玉华说第二个。这个那个阿碧阿希鲁那个啦，那个啊那个台中的高铁那个叫那个阿鲁比什么那个。鹅 Papi 鹅 Papi 恭喜你猜号刚刚讲了八个人鹅 Papi 这里忠实的粉丝麻烦你私讯小编你的这个联络方式我们要把阿翔从曼谷带回来护手霜来送给你恭喜你谢谢两位朋友谢谢好不好哎、欸、最后、欸、很好玩呢、欸、当然好玩了、啊、最后我们来打个电话啊要打电话了啊没有这个最后已经时间到了吗、欸、时间到了我们最后还有几则留言我们把它念完他们念完对啊他们没念到好没电了对啊没电了还很 OK 这样比较浪漫来莉莉要跟弹头说不要再用我脚受伤感冒当借口来照顾哦哎呦不要因为我说天气好冷就立马来当暖暖包扑倒我吧不然我就要扑上去了哇这写得好直白哦哇塞扑倒我吧莉莉这个没办法这个没办法宣竹跟收诶但是19年了你就是我的唯一也是最爱哇好棒谢谢你平常对我的包容跟疼爱这很重要你有什么委屈或不开心呢都可以跟我分享老婆一定当你的垃圾桶希望下辈子还能遇见哎呦好棒哦来预知下辈子看哦，叶慧玲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谢谢你。哦”好棒，好孝顺。郑短短跟郑公子说：“遇见你之后，让我生活跟工作更快速成长，生活往好的方面大转变。”今天2018三月13号是在一起3年的纪念日，恭喜！我们要继续好好过生活。谢谢林之乃，我也非常的谢谢你们，谢谢。徐小玉跟生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第一顺位。”因为你是我要牵手走一辈子的哇哇好棒钟明秀跟悠悠说 baby 这3年让你受委屈的谢谢你体谅我的难处谢谢你的包容我爱你要互相扶持一辈子哦谢谢范秉志你在留言板上面写八玉加油现在写的加油你认错人了吗我是耗子范秉志范秉志很乱了赶快帮我按赞加分享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 BG Berlin 的那个手提包静茹跟林真段小姐说有时我的回话都很直接他们也知道我不是故意的你们也知道我不是故意但却是无法说出口的抱歉谢谢你们一直包容我想说声我爱你们谢谢你们我的家人们哎啊，谢谢大家的留言，谢谢啊！这是这一阵子我们因为预告要直播，然后大家开始上来，小编这边的留言啊，希望帮我们念出来啊，然后帮他告白一下。其实哦，我这样念一下，我很有感觉，是我觉得爱是越爱越多。对，有一句名言，最近一直在听到。哦，自己爱。不如一起爱，哎，不是啦，自己玩不如一起玩，都一样的。对了，饺子共玩最好玩，哎，来，好，加搞，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有说我们要现场打电话帮粉丝们来帮他告白，这个很紧张哎，而且我们是有这边会不会有一点音乐有点吵，这很紧张，这可以吗？这可以吗？好，哦，这是来喇叭都接好了，太好了。来我们那个板板现场告白看他还不是男女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现在要打电话给这个是谁呢喂要帮他告白啊这个编号打错了是不是你们后面不要手忙脚乱哈、我们现在要打电话应该是要打给宝宝哦宝宝你有在看直播吗不晓得宝宝吗？哎、他说他们今天在云林约会，哇塞！
宁波的号码暂停使用，你们不是确认过了吗？零九五啊，不能念出来。零九一一啦。哦。哎，这个真的是空号哎。哎、欸啊，这一则宝宝，对不起。你常常会这样吗？没有，这第一次。第一次哦，那还呢？对啊。好怪哦。他留错电话了吧？好，我们现在打电话给这一位委托人。委托人通了，他这有蓝牙连接了吗？要开免持吗？要开免持吗？喂？喂 ？Hello？ 有声音吗？喂？喂？哎、欸，你好。哎、欸，你好，你好。你好，蓝雅有连接吗？你好，请问是宝宝吗？喂，你好，请问是宝宝吗？他是曾胜贵，曾胜贵，没有，是女的接的。喂，你好，是曾胜贵吗？你为什么留你女朋友的电话留错了？哦，那个是你的、哦。好好好，那他现在在你旁边哦。好好好，哦，我必须要连接一下蓝牙，我等一下再打给你哈，拜拜。欸、你们就两公的，你这上面控制哥啦，哦，你嘛，这个团队我炸了，准备完掉。一秒就完掉。然后这个团队炸了，准备完掉。我刚刚你几秒哦，是爱打个叉，准备打个叉。阿伯、啊，下一个，下一个有没有下一个？我们先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是电话的问题。这样，不然我们电话有问题啊？对，电话有问题啊。那样，不然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聊天好了。今天是整人节目吗？哎、欸，这样子好了，线上的朋友难得这个机会哈、哦，不然你们有什么问题啊？你帮他，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耗子的？有没有说这一年来好久没看到耗子？有吗？有想跟我聊聊的吗？刚好电话坏掉。对呀、啊，哎呦，还是你要直接来彰化火车站找我们也可以。周志豪说办公室都是笑声，你看啦，还有白事的球，妈他妈该大意，还有大意球啊，大意是荆州。洪玉华说看到我们合体是2018年最幸福的事情啊，谢谢玉华，谢谢玉华，然后一直以来就一直支持着我们、啊、哦，一直陪伴。对啊，对啊，那个那一年跨年啊，最后一次表演的时候，看到玉华跟谁？地瓜叶啦，跟地瓜叶两个站在下面，然后唱第一首歌《小幸运》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我就受不了，泪崩了，真的哦，内心的。对啊，他们从我们发的签唱会开始，哎、欸，半夜灯光，他们灯光的搞我两公诶，你卡静电话好不好？电话也无只灯光也没光，麦克开啊。好，哎、欸，我刚刚讲什么？你说从888签唱会啊，一路到万万人迷，然后每一次的跨年，他们都是没有缺席的。对，我就叫你不要开了，不要开了，好不好？诶，刚刚说有人说你变瘦了耶，丽瑜说你变瘦了，差不多啦，都一样。安琪说你变黑了，对，对不对？啊，因为灯已经灭了灯灭了，那个灯没电了。林怡珍说下一张专辑什么时候？喂，喂，你好，蓝雅无法的，哎。请问是曾胜贵吗？对。因为你可以不要接电话吗？我想要找宝宝。好，等一下。喂。哎，宝宝你好。宝宝。请问是宝宝吗？你好，我是号角响起的团长阿翔。你好，那个我有些事情想要刚刚被留言，有件事情我想要跟您说一下。被留言，那个胜贵啊，他从相识到暧昧，一直到你们现在这一段期间，大概有5个月的时间了。你曾经说过，如果想要当胜贵的男朋友，你要想办法。那么。胜贵借由你最支持的翔哥来帮他求情，你是否愿意当胜贵的女朋友，让他照顾你到永远？听说你们今天现在在云林约会是吗？
嗯，你好冷静哦。他从头到尾一直听我就嗯嗯嗯。那希望啊，那个你们有机会可以在一起。你有你对圣贵的感觉怎么样？啊，很好，他说很好啦。所以你们今天晚上是住在云林的汽车旅馆吗？哎，哦，没有，没有啊，终于，终于，哎，是彰化的汽车旅馆。他说会回家啦。啊啊，我旁边有位好搭档、好朋友，他也想要跟你聊一下，你等等啊。嗨，宝宝你好，今天在云林玩得好玩吗？好玩呐、啊！啊，你收到这一通电话，我们很开心。有啊、哦，他是这样子，我们现场大概有，大概有五六十个在等你的答案这样子。他们想知道你愿不愿意接受圣贵呢？对你的这一份爱这样，对你的这一份告白，你的答案是？啊？啊，不要啊！你愿意当他的女朋友吗？我、哦。啊啊，还要想一下啊！你刚刚有讲话吗？什么什么？好啊！哇塞！掌声鼓励哇！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但是什么什么？但是什么？但是什么？哦，没事就。怎么了？讲完了吗？她是个很妙的女生。哎，宝宝啊，那如果没什么话说的话，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啊。挺尴尬。希望你们两位啊，可以啊从中啊获得幸福，好不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支持啊，啊。谢谢谢谢，时间也不早了，赶快去 check in 了，不，赶回家了，赶回家了啊，啊，拜拜啊，啊，好好，拜拜拜拜。这个应该是很年轻的小女生，对啦，对不对？很害羞了，害羞，不知道怎么接受爱这样。对对，没有关系啊，慢慢来，好不好、嗯？啊，还有第二通电话吗？还是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啊，电话给你，电话给你，好。哎呦。但是又何奈，偏偏没有安可音，没有办法，那个蓝牙那么喇叭有问题啊、哦。大哥会出书吗？问重点的，有机会的话、我大概会在五月底或六月初会出。好、哦，是小胖他在日本嘛？对，他在日本。你也要扣音，你扣什么？他在日本，然后去跟人家，他好像去什么，宇治神社还哪里？是对，然后就在那边睡觉。陈安琪问说：“中东的什么时候会播？我们大概在三月底就会播出了。”这是另外一通电话吗？喂，哎，你好。喂，你好。哎，哎，阿本之类，你们是在世？请问你是中原吗？我是啊。你下午有在广山刷一笔一万二的那个？你不要乱讲啦，是诈骗集团哦。中原你好。哎。你好，这样子啦哈、哦，那个你老婆新芳啊，请我们呢，今天在白色情人节前夕呢，打一通电话给你，她有话要跟你说。那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我知道你是麦当劳小翔西、啊。哎、欸，你怎么知道、哦、啊？厉害了，厉害了。他说，为人父母之后呢，漫长的岁月里已经分不清累或是更累，只有责任，而你总是。比我还要疼小孩，每天晚上抱着瑶瑶唱儿歌哄睡，都不哄我睡。哦，没有这一句，没有这个。你像大树一样保护我们这个家，看见你疲惫的身影，我很心疼。借由浩翔来告诉你，我们一家都很爱你哦。辛苦你扛起了这么多的压力以及无奈，未来的日子里，孩子终究会长大，相依陪伴的人就是你老婆了。希望你们一起到老，一起手牵手到世界各地度过我们的余生。这是你老婆想要对你说的话。啊，新芳要跟你讲的话。啊，老婆在旁边吗？老婆在旁边啊。哦，这样吗？他有没有很尴尬？你问你老婆，你问你老婆一下，这些话她直接跟你讲就好了，为什么还要透过我们这么麻烦呢？你们平时你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老婆只是尴尬的笑了。害羞啦，对啊，有时候真的是就是为了小孩，然后夫妻之间呢需要一点火花，是是是，借我们帮他们点火。哎，对，结婚结婚很久了吗？结婚5年了。5年了啊、哦，小孩几岁啊？小孩1岁1个3岁。哎呦、哦。好累啊，这好累，两个好 累，辛苦你了，真的很辛苦啊。对啊，小孩睡了以后不要马上睡哈。不是啦，如果没有马上睡，又有第三个了啦。对啊，会不小心。可以请我一样去结扎。好啦，谢谢你哦。哎，哦，谢谢谢谢中原，也谢谢新方哦。要永远幸福哦。谢谢，拜拜。哦，现在线上的朋友很多人都想要接浩翔的电话，哎、哦欸，我们在预告的时候，你们就要随时注意嘛，有机会让我们打电话给你哦、啊，好不好？那个线上的朋友，谢谢你们今天收看，要记得帮我按赞以及加分享。那么待会呢，事后会抽出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 BG Berlin 的一个手提袋，同时呢，我们还有签名的拍立得要送给大家。哎，后面有几个问题哦，那个他说耗子，出书的话有预购吗？没有预购，哦，不确定。我跟你讲哦，到时候搞不清，到时候耗子要出书的时候，宣传的时候，一样会再上来这个平台，好不好？哎、欸，我可能也自己有直播啊，我可以上我自己的直播就好了。哦，真的、哦、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分开，对不对？单飞不解散了。好啦，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了、啊。对 对, 對，康卓，好不好？关注粉丝团。什么东西啊？没有，我说关注粉丝团。哦，对了，关注粉丝团，关注粉丝团了。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也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一些新的作品或新的唱片或新的书都一样，一定会有见面会的啊、哦，会跟大家来见面的。谢谢大家收看今天公司哥直播，大家晚安，大家谢谢浩子，拜 拜, 拜, 拜，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好，下一个，今天好失控。好嘞，好，安尼是几？